美型豹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好朋友。为什么？好，大家可以注意看，当你的脚开这样的宽度，你会发现你在抖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种可以帮我上字，就腰很痛的感觉，然后看起来又没有这么的有质感，就不够性感。但是如果你的脚打开这么开，好，你美型豹开很多。那么这样子的抖法，你没有发现有一点太豪迈？然后对于还不知道如何掌握抖臀这个技巧的朋友来讲呢，你就会变成是一个上下的方式，那它又太让人有不当的联想，所以你就可以拿起美型棒，让你的两只脚扣在凹槽的位置。然后呢，往前拿起来，轻轻让你的小腿夹在两侧的凹槽，就像放进去，非常的简单 ，so easy。然后我就这样侧身，你们就会发现，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？这个时候，我的大腿是不是在一个比刚刚都看起来细的位置？是的，这就是美型棒的功能，就是呢，它可以帮你固定在一个你的前侧触力最少的位置。好，两只手轻轻的顶住，就像三角支撑架这样，你就可以手撑在大概膝盖的上缘这个部分。然后如果你的手打不直，你也可以微弯，但是通常我会建议让你的手指尖朝外。为什么？因为比较好看。原来位置呢，我们从最简单的出阶技巧，现在把你的屁股往后捞起来，感觉你的后腰可以放一杯水。如果不确定，就问一下家人，请人家帮你放好，留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把你的胸部往上浮起来，所以有没有看到你的侧面会呈现一个漂亮的 C 字形？从我的头顶到我的尾椎是一个 C 字形的位置。好，停在这里。现在呢，慢慢的缩。好，缩的时候注意咯，不要用膝盖的力量，所以这也是美型棒很重要的一个功能，因为很多。没有运动习惯或是核心没力的人呢，他的抖臀都会变成用膝盖出力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他看起来有点像可爱的小动物在经历某种时段。我不赞同的，好，就这样，话都说到此。所以，当你的两只脚都跟夹好美型棒，手撑好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
你的膝盖就被固定在一个不会痛，可是它又没有办法像刚那么粗鲁的用力的位置。好，停在这里呢，微夹屁股往上翘，有没有感觉到我的臀部有一种布丁的那种晃动感？就是它不会移动，可是它有这种摇晃，你就会觉得很有弹性，很棒。好，然后这里呢，就是从我们的慢速，你可以从这里进行，所以口诀是夹 and 翘，夹 and 翘，夹 and 翘。如果到这里你还是掌握不到这种抖臀的技巧，那么你的指令可以换作是放松放松转 and 放松放松转。你就想象你用你的屁股去呼人家拳头的感觉，所以这边好像一个拳击带，就用臀部往上冲撞的力量。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你务必要去明显的感觉到出力点在我们这个神秘的三角地带，你的两只手全程尽量保持伸直。那一开始如果你是非常没有运动习惯，也是不习惯跳，对舞蹈完全不熟悉的朋友呢，你在做这个动作可能会腹部跟屁股跟大腿内侧都会酸到发抖。那如果你没有使用美型棒，只是模仿我的动作的朋友呢，那更有可能你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前侧也会很不舒服。所以看到这里，接下来就请大家跟着我一起跟着音乐进行。那最后提醒大家，因为今天的影片呢是给所有的舞蹈新手、运动新手，所以如果你已经是很会跳舞的人，或者是非常有节奏感，然后你已经觉得这对你来讲 so easy 太简单的朋友们，没有关系，往旁边滑，可以关注这个影片。下一次我们再拍更困难的动作来给大家一起挑战。好啦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跟着音乐一起开始喽。休息一下，预备喽！快，快，翘，翘。加快，慢，休息一下，预备喽。如果太累呢，你也可以休息一下。缩起你的肚子，动一动。最后四次，各位请 go， 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放松。张静源的心脏，甩哟。对，给我一个性感的 ending。现在应该会有一种呼吸微喘，其实应该是蛮喘的。然后屁股的下缘呢，尤其是屁股蛋整圈都会有酸的感觉，然后甚至会有一点麻麻，像蚂蚁在爬，那个都是正常的现象。因为我们的臀部呢有很多的肌群，但是它很少一起这么激情，所以跟着今天的影片呢，你就可以感受到臀部的肌群一起激情的快乐感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如果可以学会一些简单的抖臀技巧，那么我们在去到很多需要的场合，自行联想，那穿上可以展现出身体线条的衣服，你就有了更棒的力气了。那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。Yeah, yeah, yeah, chemical.